设计一些浪漫环节，大家要 PK 嘛。嗯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男主人啊，这个浪漫设计的怎么样。我真不觉得张伦硕是会设计浪漫的人。你老看人走眼。好，来来看一下。鼓得很正宗啊。为什么很不正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塞了什么的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是给我的。嗯。我帮你带上吧。哦，那个，其实我真的还有一件礼物要送你。还有啊？对。我的妈呀！对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啊。今天对我来说可非常重要。对，我希望你非常开心。他好帅，好帅，你好帅，上帝。人家一般女孩都很矜持啊，有点。Christy，It's me。正好，咦。我跟你说，要看人的。嗯。你是会觉得这是惊喜？如果我给那夏琳弄李静的杯子里，她肯定就给吃下去了。七天真人秀，她在医院里得住四天。不要听你唱歌。啊，真的听我唱歌？我没有听过。她是歌手出道啊，你没听过？对，我没有听过。来来，前面来。眼睛看不到我的需要，你的耳朵听不见我的祈祷。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要对你多好，你要爱我多少，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得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你的泪不代表我的烦恼，我的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。如果说爱情的时候需要闭上了眼睛才有味道。哇，哇，你怎么哭成这样？真的，看一下。我觉得你哭起来好美啊。对，笑起来美，笑起来美，笑起来也美，哭起来也美。